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果子吃。看来这几天我们可以靠野果。哎，昨天又撞了两个。是啊，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。没想到这里除了我们还有别人。他们刚才说又增加了两个人，应该指的是我们。我们一定是被他们监视了。不过他们会去哪里呢？这黑风崖底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？跟我去看看。不对，这里一定有什么结界。在我们想办法离开黑风崖之前，一定能再见到他们的踪迹。没错，我们现在提前埋伏好。就是抓到这些人吗？长风学院最近加强了戒备，还专门布下结界，我们很难得逞。那就先改造这些孩子。要是咱们俩配合，肯定能得满分。走。嗯。或许那个黑暗隧道尽头有路。去看看。晚辈东伯雪鹰，我们误坠这黑风崖底，请问前辈如何才能从这里上去啊？